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姐姐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 DIY 的钉画，然后这一盒呢是2017年的 Innisfree， 就是一个韩国的那个保养品牌，他们出的一个圣诞节的一个钉画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打开来看咯。将这个里面呢是它的一个说明书，那他有教大家说要它里面附的全部的材料，然后他们非常的贴心，还有附一个小锤子在里面，这锤子，然后这是钉子，然后这是绕的线，还有毛球，然后打开来之后呢，里面就是这个画板。豆豆姐姐买到的是圣诞老公公的板，那我们现在就把所有的东西先下来。我们先看前面，他说先把胶膜撕下来，将塑胶板粘在海绵板上后，将塑胶板朝下摆放。好，所以这个塑胶板呢，要先贴在这个海绵板上面。然后粘好之后呢，就翻过来，然后将我们的图案也要粘上去，这边有一个胶带。好，我们这个画布已经贴好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拿着这个小锤子跟这个钉子把它钉上去吧。还剩下三个，最后一个。耶，完成，完成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要来绳子绑上去。好，豆豆觉得已经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收线，就完成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圣诞老公公脸的部分。Thank you.
那中间的地方呢，我们要用这个米灰色。线的部分呢，豆豆姐姐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个步骤，就是把毛球放进去。然后它附的毛球颜色很多，还有有红色的，还是蓝色的。我们圣诞老公公的钉画就完成啦，有没有觉得很可爱呢？然后我觉得虽然说就是在制作上面呢，其实不是很困难，就是你只要多一点点的耐心就可以把它完成了。那小朋友们能比较注意的就是在钉的时候要小心锤子不要钉到手。今天刚好是圣诞夜，也就是平安夜，豆豆姐姐在此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然后平安夜大家都能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哦。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不要忘了离开之前呢，帮豆豆姐姐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欢迎来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